嘛？啊？干嘛呀，谭小妹？哎，我得罪你了。我去看一下怎么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得罪你了？我不想说话，现在。他怎么了，唐妈？他哥哥被他爸爸带出去玩了，没带他去，他不开心。你们都不来我。小可，哎，你不知道啊？今天我跟你爸爸说的，晚上我要带你出去玩，就让他把你留在家里了，对吧？对吧？真的吗？真的呀。但是有一个小朋友啊，他刚刚发好大的脾气，我不准备带他去了。妈，我生气了吗？你没有生气吗？没有啊。你没有生气吗？没有。那刚刚有个小朋友跟他妈妈生气了，他要亲亲妈妈我才带他去。行啊，那走啊。喂，你开心了吗？开心了。走。